求什么？行了，好姑娘，怎么有我还不够呢？整天想着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，我连我妹都不放过。不是，邱总，出去。哎呦，这不是刚刚很认识的好朋友吗？不是大姐，你有完没完了？我都不认识你。你才是大姐，嘴巴放干净点儿，要不然啊，这视频一会儿可就发出去了。烦死了！有本事你就发，我还无所谓。全身上下都是水。硬不硬你又没用过。为了保住九总的名声，我决定找机会删掉视频。摔，使劲摔，臭打光的，别的情侣摔。行，算你狠。想了想，还是先和九总解释。正当我刚要找九总时，九总还挺神秘的。哎呀，九总啊，别生气了，我跟你妹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她就是挑拨离间呀。宝贝，大不了今晚回家我多加加班啊。哎呀，就别生气了，宝贝。